看来你跟一般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那他为什么可以压制住我的噩梦呢？百姓都叫他战神，难道是这身经百战的身体有着不一样的神力？怎么他的脸越来越红了呀？耳朵也红了，他发烧了是吧？你能不能睡了？我不是不好好睡觉，我只是会做梦而已。要不你给我一个小手指，我拉着你，这样我就知道你还在我身边，我就不害怕了。谢谢大将军。